就爱上玩这个游戏。嗯，就看你啊，你也可以不要花钱，可是就打不赢人家。那你会不自觉越玩花钱？没有，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没有花。嗯，我不要沉迷啊。我前阵子花比较多。哦，有些人有时候不自觉，那赌性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不信，我现在不敢。对，我前男友也是一样的，不信不信。在他这里，我就不相信，就不像有人自尊倒。前辈，有阿华田，你要不要喝？不要，我不要喝甜的。对对对，你今天吃太多甜的东西了。我不要喝甜的，那有甜甜的，我要喝金桔呀。我等下用。金桔也有糖哦，要少用少那个一点。昨天那个，大概有用糖煎吧。你是怕胖？不是，他太爱吃甜食了，不能吃那么多甜。我留的是，没有。你现在几公斤啊？不是胖的问题，不是胖的问题，他吃太多甜食，对小孩子不好。感觉太大。而且你是每天不能太胖的。我今天还跟那个讲，我说希望妹妹啊，这个妹妹啊，你一定要像，因为这样数来宝，男生还比较无所谓。对啊，他说以后等一下就好了。哎呦，你还花钱，对，还要动刀。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女生啊，女生很爱漂亮。你知道他之前有一个店里有一个妹妹一直来，跟他一样小，然后想我每天都在抢他，他好可怜。以后自己的女儿就变这样。哦，讲到妹妹，我就想到。我有一次被姐姐冲康，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在跟店里面的助理就是聊天呐、啊，就是坐比较近这样聊天，然后他就去跟他告状啊，说什么哎、欸，就是他跟他走很近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确认一下？跟他聊，那时候结婚吗？还没啊，然后他就那几天他就一直疑神疑鬼啊，就一直然后我够衰你知道吗？就只是聊天，而且。就算今天一个人要怎样的话，怎么可能会在你面前不会不会？不一定啊，真是的。你搞不好他借由我的嘴告诉你。真的，永康哦，都是你呐，吼、哦。哦，我就打这个。哇哇，两台耶，三台耶。结婚不一定。他不想结婚。女生可以接受吗？他是属于不婚主义者。是啊，但是女生可以接受吧？比如说女生家里有钱嘛，不太能够接受。我觉得他有点大男人。你干嘛抱他？为什么要抱？我突然觉得很大，为什么要抱？很大只。你不抱着他，我突然很大只。换你打工。哦，恁谁呀？恁。要不要打工？在哪里？啊，听着。妈妈抱妹妹了，还要再抱你，要抱。妈，你坐下来之后，我都一直吐钱。哎呀，你要垫奖牌装奖，我就塞他。你先下来吗？啊。好，来吧，我带你去打工。我脚卡住了。他穿尿布了。对。嗯。我就去等你了，你赶快。不要吵架，姐。哇，你要玩麻将啊？哇、嗯，哎、嗯。你帮我看一下。叫谁看啊？叫师傅，大家可以看到。不小心没发现。哎呦！叠高高嘞。哪里哪里啊？哪里哪里啊？那都一样没。这很早打吗？嗯，那很早了，超早的。嗯，两台，两台。老板，你讲的话。我找谁啊？你讲要做好，了解。痛，八万。痛。啊，我需要找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钻进去？钻
界，就柜台啊。嗯，他们有柜台。你要拿团购的东西。啊，报你的名字吗？嗯，然后他们有规划一个区域专门用团购的，就是还要走进去啊。你可以先问外面的柜台。你就看他们有穿制服工作没问题。那、啊、你顺便帮我看一下我的机台货好吧？在哪里？我没有那个，机台里面有那个签名就知道了。你说看还有没有货？对，在中间。那我认了。两个不要吵架。两个不要吵架。可是爸爸要给阿做完呐、啊，你要给阿跟阿做完。一起玩好不好？嗯，我给他去做啊，一起玩好不好。奶奶，你不要拿他的就好了啊。一会儿跟你送。奶奶拿着他。啊，他只要阿周要拿他的东西，他都不要，很奇怪。他会以为觉得他在抢他的。对啊。谁叫奶奶以前都要抢他的东西？奶奶有时候想跟他玩，会故意抢他的东西，闹笑。真的，七万。啊，这不来呢。对。安全第一。哎呦，冲一只哦！塞夫，哎、欸，没有呢，二五条，好美哦。然后呢，你放开。你要打五条啊！不要打五，还好。五八啊，对不对？五八一路啊，哪有二八一路的？来，我也到了，好棒哦！万松，你会帮我加牛奶？松美可。我靠！好，你说话。嗯。他说等我打完再说。解毒。谁在叫啊？哦。松，我想要谁叫谁？不是你的声音，不是，我也以为是他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我该。你的声音很难听的。陈松华，你帮我加牛奶，帮你加。哦。要说什么？两个字。你去很简单的。那你就好好补吧。你又没事啊？好家伙，漂亮啊！你看看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到二号，二号哦，嗯，二号，哎，那还 OK 啦。
我要准备掉了呢。一二三，放三遍，不要。你再放一遍。我先不要。把这个，我的这个放上去。哎，这尿布没换。啊，对，他换尿布。哎，他的尿布，换尿布好不好？嗯。好，裤吧，看看鞋，裤看尿布。他难得说好哎，通常都不要。爸爸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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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